我就60岁了，刚才才18下，已经是尽了最大的能力。60岁能这样子18下，可是我要尝试挑战我之前最好成绩的29下，我要突破29下，29下是否能超过？我继续再挑战。 旧的不要再练了，直接练新的，好轻松啊！分享。